可乐同学玩游戏有很大的进步，知道吗？这是因为他能做到上课认真玩，下课回家抓紧时间玩。玩游戏就是应该有这种一不怕苦，二不怕累的精神。像有的同学光知道学习，心思一点都没有放在玩游戏上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应该学习可乐同学的这种玩游戏的精神，好吗？呱唧呱唧。这个梦好像中毒了一样，这是笑一笑见过最离奇的梦。可乐怎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梦？哼，不知道要拯救可乐。不知道要怎么拯救可乐？不知道提出的建议已经很累了，不知道需要休息，不知道秒睡。可乐脑子一定是坏了，要不然他的梦怎么是那个颜色？笑一笑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梦，想办法拯救可乐。可乐，看哎呀呀这顶帽子好不好看？哎呀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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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！爸爸哭卡，妈妈露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可乐，那这一顶呢？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噜啦，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可乐，这一顶呢？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哎呀呀，可乐一直在应付哎呀呀，难道游戏就比哎呀呀还有魅力吗？哎呀呀不愿意输给游戏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呀，笑一笑都说了，现在什么都分散不了可乐的注意力。不信，大家看着。看见了吧？不知道不知道，人类醒着的时候居然比睡觉了以后反应还迟钝。可乐，
呢。你哥这电脑都成你的玩具了。妈妈，我哥好不容易不在，再说周末放松一下。可乐呀可乐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自觉呢？妈妈小的时候啊，还没有电脑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室外活动时间，立刻马上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妈妈，你再让我玩一会儿嘛。可乐，妈妈，可乐啊，好好好，你看我这样，你都呼吸新鲜空气。爱可乐，好的嘛。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四舍五入和近似数的一些相关知识。哎呀妈，你别闹！就闹我，就闹我，就闹！别笑了，上课睡觉还袭击老师？对不起，柯老师，我没看见你。为什么睡觉？我昨天学习学的太晚了，没睡好。学习？学习什么了？学植物学。植物学？对对，柯老师，您得先种向日葵，然后宰阳光石，然后就可以造什么豌豆，然后……哎，行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，真是！告诉你，上课不许睡觉，知道吗？哦。坐。同学们，自己先复习一下，老师去取一趟教材。哇！昨天是不是又玩植物大战僵尸了？你忘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管了。嘿，可乐，又干嘛？别睡了，一会儿柯老师回来又该生气了呀。行了，你就甭管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对了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这都行啊。可乐真不错，知错就改啊，看眼都不眨在想问题，哈哈，还真是眼都不眨。可乐，柯老师，明天让你妈妈来一趟，哼。上课睡觉了。啊，你是因为熬夜玩游戏上课才睡觉的？我还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事儿啊。你还不知道啊？柯老师说你是因为看什么植物学的书才上课睡觉的，原来你是因为玩游戏。你，哎呀，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玩游戏了。我再……你 iPad 呢？没收。妈妈，明天600字检查交给我。妈妈，我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哎，可乐。妈妈，小精灵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可乐说。哎呀，我忙着呢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笑一笑，研究了可乐的梦境，
发现可乐太沉迷于游戏了，这样很影响可乐的学习。沉迷游戏？我哪有？我去。小一笑想吃水果，可乐帮小一笑切一下吧。啊，这简单。哟吼！啊，谢谢。啊！还说没有沉迷？这切水果有这么切的吗？我那是。好。那笑一笑问可乐几个问题，可乐不能思考，必须马上回答。好。小猪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小猪最怕什么？小鸟。小鸟是怎么飞的？有直线飞的，有俯冲飞的，还有会飞身的，还有会爆炸的。啊不。天哪，我真是太沉迷游戏了。可是笑一笑，我现在一想到学习就犯困。戴上这个幻象眼镜，可乐会发现其实学习很有乐趣。啊，真的？同学们，在这一节课当中，我们采取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回答问题，那就是抢答。哈哈，所以抢答，那就是看谁抢的最快，抢的最多，抢的最正确。欢迎来到数学卡丁车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答对问题的赛车将获得加速能量块，最先到达终点的玩家将获得经验值和装备奖励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啊？请听第一道题。四乘以六等于多少？二十四。正确。呀。现在请听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是三乘以九等于多少？回答正确。接下来是第三道题，第三道题是八乘以九等于多少？七十三。你说什么？七十二。回答正确。七乘以八等于多少？六十六。二乘以九？十八。六乘以六？三十六。正确。耶！好了，同学们，在这一节课当中啊，可乐同学的表现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抢到的问题最多，回答也最正确，所以我手里这朵小红花就奖励给他。哈，我们对于他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。祝贺祝贺啊！我没事啊，晚上我请客，真的，走走走，那咱们赶紧走。你帮我做次事吧，谢谢啊。哎，不是请我呀。对了，这堂课我们随堂测试，来把卷子传一下。啊，又考试啊。嘿。
么开心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可乐已经连续看了15个小时书了。哎呀呀，可乐的样子好可怕。哎呀呀，要去睡觉了，这样的话对皮肤不好。哎，不知道，很担心可乐的身体。可乐，呼噜呼噜呼噜，宝贝儿，歇会儿吧，别学了。不行，我再看完这些书。啊，这么多。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再看。不行，我再看完这些书。那你吃点东西啊，累了就歇会儿啊，宝贝儿。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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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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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可乐再这样下去脑子会坏掉的。不知道，快让可乐睡会儿。啊，妈妈都劝不住可乐，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办法。再看完20本书，我就可以升级了，耶耶！啊，不知道明白了，可乐要睡。可乐的梦是粉红色的，据笑一笑分析。可乐只是将对游戏的狂热转移到了学习上，这还是不正常的。那笑一笑赶快帮忙可乐呀。笑一笑也没办法，这只能靠可乐自己醒悟。啊，那不知道就更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还是先做个美梦吧，不知道秒睡。嘿，不知道又睡了。梦，笑一笑梦，小精灵最擅长的事儿。对呀，小精灵可以给可乐制造一个梦。哎呀呀，真聪明，哎呀真棒。新鲜的美梦好处多，千年的秘密不能说，闭起眼睛唱起歌，葫芦精灵真快乐。哎呀呀，嘿，哎，哎呦，笑一笑制作过的最完美的梦。这七彩的梦真漂亮，快给可乐送过去吧。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小精灵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个还给你，我不需要了。可乐，确定吗？嗯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可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开始很恐怖，
后来又很开心，然后又很感动。可乐梦见了什么？我一直沉迷游戏，变得满脸皱纹，眼睛也花了，腿脚也不利落了，瘦的皮一包骨。然后我又梦到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郊游，一起钓鱼，一起放风筝。然后我梦到了学校，梦到了好多开心的事。可乐，梦里有没有哎呀呀？当然了，你们三个我都梦到了，还有可凡、爸爸妈妈、柯老师。走吧，梦里哎呀呀漂不漂亮？当然漂亮啦。那可乐不再对游戏感兴趣了？不了不了，我可不想变成梦里那个样子。再说了，我还有好多开心的事要去做，还有好多好朋友，我不想再让你们为我担心了。谢谢你们，妈妈妈妈妈妈。